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赵丽颖粉丝联动抵制王一博微博，抵制违规行为，账号进行处罚。近期一部《野蛮生长》在还未官宣任何有关演员信息的前提下频上热搜，只因赵姓粉丝掀起轩然大波，全球后援会微吧官宣特工挂黑举报站先后宣布赵某某后援会将暂停一切工作的联合声明。可几小时后，牵头人粉丝后援会就反悔改口了，趁对这次行动表示歉意，并回复其他分会的日常工作这个蓝 V 有点随意啊。这是幡然醒悟了，还是受到各方压力了？与此同时，微博社区发布公告，对赵姓粉丝的违规行为坚决抵制，并对违规账号从严从重处罚。央视网评：饭圈文化该驱邪扶正了。不知何故，一部有匪把王一博划到了赵姓粉丝所谓的敌对方，是因为王一博为该剧带来了 1.2 亿的冠名费，还是因为王一博无偿在剧组多待两个月陪赵姓明星补拍被删改的镜头？到底为何就变成了王一博在吸赵姓明星的血了呢？这次更是在剧组未官宣任何信息的前提下大动干戈，以至于微博出手从重处置。央视爸爸说得好，追星并非不可，但不能越出法律道德底线。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的，虚拟社会也有规范秩序，不能无成本无负担的肆意妄为。饭圈文化该驱邪扶正了，被透支的粉丝经济也该治治了。这是病。极目新闻记者看到的网络截屏显示，赵丽颖大粉在8月22日号召粉丝集体抵制二搭，就是要越乱越好，各方混战才能让你家工作室剧方看到隐患有多大。现在不怕乱不怕闹，就怕没声音传出来，哪方的声音都不重要，闹哄哄把事情闹大才好呢。这则微博下有不少粉丝认同同意，赶紧能上几个热搜赶紧上，不怕乱就怕安静，跟死水似的。真的好奇怪，当事人还未发表任何言论，粉丝怎么就这么热情呢？不管两位是否二搭，也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喜欢就看不喜欢就不看，道理很简单。在清朗行动的风口浪尖上，成为首个因互撕遭大规模禁言的粉丝群体，不给你家明星丢人吗？有时间撕来撕去踩来踩去，不如去看看天天向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看看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增长自己的见识，陶冶自己的情操，而不是把个人的想法强加于此，把那些所谓的爱好去束缚自己喜爱的明星。粉丝可以维护自己的偶像，但是这个做法是否违背了原意？王一博，一位将喜怒哀乐尽数写在脸上的率真文艺工作者，虽然对演戏有野心，但是作为粉丝，小摩托们支持他的选择。他接什么戏，小摩托们就当作味美香甜甜的瓜来吃。他参加什么综艺，小摩托们就摇旗呐喊为他欢呼。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有他们的选择自由。作为粉丝，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不是试图干预他们的工作。换句话来说，小小年纪就出来闯荡的王一博也很少在意什么，他要做的是坚持自己的热爱，坚持自我，不忘初心与使命。而作为小摩托，王一博在哪里，小摩托就在哪里，不撕扯不引战，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在乎几搭，无所谓溜饼，选戏是他的事情，几大是他的选择。王一博要做的是稳扎稳打，稳步前进。而小摩托们只知道有一博的影视剧综艺他们就会去看，一旦一博做出选择，他们会无条件的去支持。托托们一直都记得当初追星王一博的初衷是什么，是被他的坚韧坚持，他的将热爱做到极致，他义无反顾的一腔热血所感染所带动。粉丝的作用是助力而非保护，真正能保护艺人的是艺人自身的底子与底气，以及背后的公司和团队，凭实力说话无惧拉扯。况且摩托家还有很多正经事情去做，
王一博就在那里，不营业也不打烊，托托们一直默默地支持他就好，其他的无感。喊话王一博，选择你的选择，做你自己想做的，你是自由的。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